以前有听过这些一条歌仔，日下西倒困在妹妹帮鞋等来来，嘿，日下西倒困在妹妹帮鞋等来来，听起来非常通俗，但是伊个高顶老潮风啊，有点味道，有点意思，也非常生动，也打出了老囝放学个时候有点快乐个心理。以前放学同学叫做放鞋，直到调皮捣蛋个老囝就会故意当做放白，尖个便宜啊。放学时间一到，伊就开始碎碎念个念迄条歌囝。遐放鞋一个鞋字就怎尼写呢？林龙龙老师建议呾可以写作鞋，也就是放鞋。放鞋就是放鞋，咱可以理解做放鞋之本、放鞋之包，享受快乐时光，你决定呢？